喂，好，今日咧系10月11号，星期四喺香港咧嘅朝头早。咁我想咧同大家咧，继续讲呢、這个预视我闻。今次预视我闻咧，就系、好多听众咧，佢哋嘅问题。咁而家年轻一代咧，未必咧睇过《小宝神功》呢本我嘅著作。咁问到咧，小本神功係本乜嘢嘅書咧？咁因為咧，坊間咧亦未必有得賣嘅。咁小本神功咧係1984年嘅時候咧，我寫嘅。咁當時咧，小本神功嘅寫作嘅動機咧，就因為無線電視咧有一套《鹿鼎記》開拍，咁咧。我咧就虽然唔系我写剧本，但系做总监咧一定要睇过嗰套剧，睇过本书。咁我第一次咧就睇嗰本书，啱啱咁巧咧，我就出差去日本东京。喺东京嘅途中咧，就呢五册嗰时咧，明华社出版嘅五册《鹿鼎记》咧，我就全部喺呢个旅途中。睇完，尤其咧喺酒店夜晚冇嘢做咧，咁咪睇得更快。咁喺里边咧，就无意中咧，就系领略到一啲咧，特别好特别嘅味道出嚟。咁呢味道咧，我就叫做小宝神功。点解叫神功咧？因为咧，中国咧好多时喺武功上咧就有啲叫做神来之功，唔系神来之笔啊，神来之功咁啊，时时咧就无端白事可以打到别人嘅。譬如咧六脉神剑，有阵时咧佢会得，有阵时又会唔得。好啦，咁啊讲翻咧小宝神功。點解會使到我有啲啟示咧？就因為咧，佢裏邊同韋小寶嘅作風，我簡而言之叫做小寶作風，就有啲唔同嘅 而且咧，唔係有啲有陣時咧，去到某啲情況底下咧，係極端唔同添。咁我咧就以區分小寶作風。同埋小寶神功咧，兩種唔同嘅心態，兩種唔同嘅行為、思想、動作。咁啊，點樣唔同法咧？咁樣咁啊，舉一個例，小寶神功裏邊咧，就我睇出韋小寶呢個人，雖然咧未讀過書，一路落嚟咧都喺江南嘅。一間妓院裏邊咧生長或者成長出嚟，佢媽媽咧係一位當時喺妓院好紅嘅阿姑，咁我哋咧俗稱阿姑就其實妓女嚟嘅啫。韋小寶嘅爸爸係邊個咧？連佢都唔知，或者連佢個媽都唔知，係一個而家所謂小雜種。咁呢咁嘅人，自然喺呢个社会里边系当一个废柴，而且咧系不能够受教育噶噃。你知道咧，当年咧清朝啊，呢、这个阶级观念好重。身为咧一个妓院长大嘅小孩子咧，佢冇机会入读私塾。亦冇錢入去私塾度讀書，咁佢嘅所有嘅知識咧，其實咧就係從一得閒無事聽到嗰啲歌唱，或者睇嗰啲戲曲，或者聽嗰啲人嘅講故事喺嗰度咧得翻嚟。咁呢啲故事喺當年嘅長時候咧，都係咧一啲叫做合義其情，或者咧忠君愛國，或者咧係
呢个花前月下，一对佳人啊，父慈子孝啊，或者咧君臣咧之间嘅矛盾啊，等等咧呢啲咁嘅社会状态。咁但系大家唔好唔记得，中国自汉朝以来咧，尊崇儒家，喺儒家嘅教化底下咧，成为中国人嘅一个咧意识形态。呢个意识形态咧，我哋英文咧就叫 ideology。意识形态咧就必须要系读过书或者考过科举嘅人咧，佢自有嘅。日常生活咧，喺社会教育、喺家庭教育、喺学校教育等等，已经咧渗透咗喺我哋生活里边。而成为咧我哋中国人咧嘅一种血嚟噶啦。嗱，儒家思想咧，当然喺五四五运动嘅时候咧，受到好大嘅冲击。但系咧，好多嘢其实咧喺现代啊，仍然系生效，系维持到咧呢个中国民族嘅一种咧好嘅发展嘅。譬如五伦嘅伦理关系啊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呢啲关系，君臣咧而家冇咗皇帝啦，但咧我哋通常都有一啲咧上司，有上司下属嘅关系，我哋推演佢咧就会成为一个君臣关系，或者咧甚至乎一个地方，佢哋工作。喺一个机构工作，亦系一种君臣嘅关系。我哋要尽忠，我哋要尽自己能力去做好永事。嗱，呢个咧系一个推展出嚟、伸延出嚟嘅道德情操嘅。好，继续。刚才咧系因为断咗，所以咧希望咧我哋嘅技術工作人員咧，肥然咧可以搏翻，咁啊更加咧完整。咁我繼續咧講呢個儒家精神，呢、這個所謂儒家嘅 ideology 意識形態咧，佢不單止係君臣，佢父子咧之中咧嗰種等級，同埋呢種尊卑之念，嗰種父慈要子孝，兄友要弟恭，夫妻要和睦。朋友要互信，呢啲等等咧，系 使到我哋成个社会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。当然咧，亦有好多人僭越咗、abuse 咗呢啲咁样嘅规矩，而使到佢咧成为一种咧糟粕，成为一种欺负别人嘅方式。我哋见到世界上几多只暴君。近世都有咧，啲暴君咧就利用一个忠字，君要臣死，臣不能不死，咁样咧嚟到欺压一啲下属，帮佢做嘢嘅人，呢啲咧系不要得嘅。父慈子孝咧，本来系一个伦理上天伦嘅关系，包括母亲，包括你嘅叔伯兄弟，包括你家族。但系咧，亦有人咧将佢僭越咗，变咗咧做父亲咧要仔要父要子死，子都不能不死，就变咗咧一种强烈野蛮嘅规矩啦。咁呢啲咧糟粕，我哋系可以知道区分出嚟，亦可以咧取消嘅。咁但系咧，原本精神呢种咁样嘅慈悲，呢种咁样嘅遵守、尊重，底脑里边嘅精神咧，系应该咧保持嘅。咁当然咧，伦理之外，儒家嘅 ideology 咧，亦系俾我哋好多生活上、工作上、思想上嘅指导。亦系唔需要读过书嘅喎，咁呢等于咧系咩咧？譬如话礼义廉耻，我哋中人要讲礼，
外国人都讲嚟，中人咧特别要讲阶级嘅嚟，尊卑嘅嚟。我曾经做节目嗰时候，有个观众咧，嗰阵时打电话嚟，佢话做乜要男尊女卑？我解释就系、是，唔系一定要男尊女卑，但系呢个世界系要有尊卑之分，未必一定男就尊，女就卑，或者女系尊，男系卑。喺某啲情况底下系有唔同嘅尊卑关系，但系一定有尊卑关系。冇尊卑关系咧，所有都系平等嘅咧，呢、这个世界做唔到嘢。这个、呢个咧，大家谂清楚咧就会知啦。咁佢哑口无言咧，佢以为净系男尊女卑咧，只系啱嘅。我就话尊卑关系即系啱，唔系同性别里边咧嚟到固定。好啦，咁啊讲翻咧，小宝咧嘅学识，大家都知道咧，系一个小混混，佢冇可能咧会能够接受到咧高深嘅知识。咁佢嘅做人嘅方针咧，做人嘅品格咧，就从咧日常生活里边揾出嚟，体验出嚟。而咧嗰阵时嘅体验咧，喺记本嚟嘅体验咧，就系喺佢睇嘅戏曲、睇嘅听嘅讲古、英雄嘅故事、忠孝节义嘅故事喺里边咧吸收咗。所以啊，小宝神功啊！教到我哋，我哋体会到佢嘅，就系、是、喺大是大非之中能够有抉择。所谓大是大非咧，嗱、这个世界咧就已经咧冇咗大是大非嘅，已经唔讲大是大非，讲咩咧？讲利与弊，边样嘢？对我哋有益，边样嘢对我哋冇益或者有害，咁呢啲咧就为之弊。咁如果大家系从争取利益、避免或者消除弊嘅方针去做嘢咧，呢、这个世界好简单，就必定带上嚟嘅。大家条气唔顺，带上嚟咯。所以咧，好多人咧讲反共、反美呢啲咁样嘅思考，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咧反对，只系讲利益而唔讲是非。呢、这个世界仲有啲嘢啱，同埋有啲嘢错嘅，明啱明错嘅，一定啱就一定错嘅。呢啲咁嘅事里边咧，唔能够将佢混淆。韦小宝嘅神功就系要对住呢啲事，能够睇出是与非，亦唔好因为读过好多书、考过好多科举，话而家咧系咩硕士、博士，话几个硕士、几个博士。你就认识到呢啲咁样嘅价值，未必。反而咧，一个好似韦小宝咁嘅小混混咧，佢能够秉持到自己个原则，知道喺大是大非嗰时绝不退让。我哋叫做有道德上嘅勇气。好多人咧系冇道德勇气。譬如喺公众地方，佢见到唔啱，佢唔敢出声。点解咧？因为佢从利同弊嗰个角度谂，唔系从是与非嘅角度谂，会唔会得罪人咧？会引起人哋注视咧？会唔会对自己不利咧？会或者对方咧系唔啱抢嘢？你幫手去拉人或者制止，會唔會使到其他嘅賊人圍毆你咧？
或者咧搶埋你咧，嗱呢啲咧就係缺乏道德勇氣而挺身而出。喺中國合議精神裏邊咧，經常就要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曾經咧喺多倫多咧某個餐廳咧，見到細路仔三四歲喺度用感情嘅勒索佢嘅祖父母，我睇唔過眼，鬧啲細路，大聲鬧啲細路，點能咁做咧？嗰、那個祖父母不單止冇多謝我，仲反而掘住我，最後咧找出佢嘅強健嘅父親，好似找我負氣咁樣，多謝都冇句，仲要好似想打我咁樣。咁呢啲咧，呢人咧就係、是、為咗個人嘅利益，你睇唔到咧咁樣唔去教導嘅細路仔喺公共場所斯文，或者咧唔好扭計，唔好任性，係對佢將來咧嘅品格會有幫助嘅，或者矯正佢呢種任性嘅品格咧，將來咧佢會做一個好啲嘅人。反而咧，佢係自私地咧走嚟咧辱罵我。咁我咧嘅對應咧一句説話啫，我有道德勇氣。我平心靜氣講咧，我有道德勇氣。我見到唔啱，我就出聲。呢啲係唔啱嘅，你唔能夠當呢啲係啱。於是乎咧，佢離開咗，冇聲出。嗱，呢個世界咧，所謂小寶神功，唔係擦鞋之術，唔係奉承之術。曾經廿幾三十年前咧，有傳媒，印刷傳媒揾過我，要我講述咧小寶神功乃係一個現今當今社會嘅擦鞋之術，係擦人鞋得到利益。我話俾你聽，我係唔會為呢啲名譽或者少少嘅金錢而將小寶神功變為小寶作風，或者下三濫作風。我係抽出咗小寶神功嘅精鋭地方，係講俾大家聽，同大家分享。所以咧，你係睇完之後認為，或者冇睇過就認為，聽個名就以為小寶就係一個擦鞋仔，你睇錯咗啦。佢係一個咧有是有非，有大是有大非，有道德勇氣、敢作敢為嘅人。呢、這個咧係小寶神功嘅精髓。究竟小人功有咩實質內容呢？我哋下一個環節再講。今日咧係10月11日，如是我聞嘅小寶神功上集，一陣再見。